大家好，我们是乐评人二十三期。在乐音很快乐，就是常出去跟大家练团的时候，会发现一些很好玩的事情，分享彼此的辛苦，上台享受那些我们一起练到的成果，然后就觉得很快乐。学音乐可以让我就是重新找回自己，然后可以放松我心灵，然后可以纾解平常课业上的压力。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件算我生活中很大的乐趣，不管是跟社团有关的音乐，还是跟社团没有关系的，只要是弹奏音乐，弹有时候弹社团里面要练的歌，或者是弹自己喜欢即兴的东西，都是很开心的。音乐能让我纾解平常生活中的压力，但在舞台上的感觉真的让我感到很喜欢。是生活过得很烦闷的时候，可以跟着节奏一起掌控节奏，就可以让我忘记生活的烦恼，真的很爽。学音乐真的很快乐啊，因为在那个毕竟那个课业压力很繁重的社会，有这种心灵的慰藉，真的很好啊。家里有时候会怕我们会影响课业，所以会禁止我们，就是可能练团其实还超过蛮多假的。是后来有抓到那个平衡点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到很阻止我，然后就是蛮支持我去做这些事情的。学鼓是另外一种接触音乐的管道，当然除了抒发压力以外，还有就是来让自己用别的方式去传达音乐，这样大家感情都蛮好的。然后从一开始高一到现在，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也面对很多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啊，所以大家对彼此之间的羁绊是蛮深的。所以我觉得再怎么坎坷的这个路啊，就是在变成回忆之后，其实都蛮快乐的，因为再苦的事情，至少我有活，至少有活过嘛，对不对？